廣告翻嚟之後，帶你睇翻今日地方新聞，係提到日本文化啦，喺美國咧一直都係佔有一席之地。無論係早期從日本嚟到開墾嘅前人，定係一代又一代嘅新生人類，佢哋對於推動日本文化嘅努力、不懈精神，一直都係我哋需要學習嘅。日本嘅文化喺在於咧飲食、音樂或者係潮流嘅進化，係東西方人群當中有一個極大嘅共鳴。OC Japan Fair 咧係南加州最大嘅日本文化節之一。這個是一個可以享受購物、品嚐美食和學習日本文化的體驗活動，還有現場的表演、傳統遊戲和和服的模特等等。一連三日的活動，現場將會有超過90個擺攤出售各式各樣的商品和美食，從拉麵、大阪燒、串燒、日式炸雞以至到可麗餅都可以在這裡找到。至於美食區以外的攤位，就會有出售時裝、雜貨、彩妝和日本動漫周邊的一些商品等等。吃飽之後，你們可以繼續去尋寶的。今年 OC Japan Fair 更加特別地請來了日本人氣藝人做特別的嘉賓，當中包括了伊藤由奈、春菜愛和 Mizuno， 另外每日從早到晚還有其他團體的精彩表演，無論是喜歡 J-POP 還是喜歡日本文化的朋友，就千萬不要錯過了。好，現在留意一下我們的地點活動，就會在 OC Fair Event Center， 門票是8元，6歲以下和65歲以上都是免費的。